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独立日，独立日，然后在沃尔玛准备结账，结果就排成长龙了。因为是 Costco 已经关门了，玉米是5个1块钱，这种玉米，然后有这种。这边是等于水果区、蔬菜区，你看这后面排的队还是长啊。水果9.8，low price。这里有披萨饼，今天的温度是100度，大概有30多度，比较那个。这次走到这边了，慢慢的等着结账吧。这是他的排骨呀，看一下排骨，3.24块 baby。 这是猪肉的排骨，放到这儿。3.24块都是这个价格，这个便宜。这是1.94块，1.94块，7月14号之前。来到这里面，牛奶，这是墨西哥的饼。墨西哥的饼，玉米饼，这是现在洗地，这个也采取了现代的措施，有糖、巧克力、豆、肉，妈。这边的服装有那个美国鹰那种感觉，车水马龙啊。现在这边是有这个三明治的，看看这老莫的饼，现在已经排队排到这边了，拐弯已经拐到这边了。可以买，但是结账结不了，结账太长了队伍。这边还有蛋糕，看一下这种蛋糕。蛋糕是多少钱？12.48块，这是6.92块，3块多。蛋糕，12块，小蛋糕3.98块，这是比较甜的，甜食啊，比较甜。小朋友在不断的增添货吗？坐在车子里面，50 cents， 派，这是小派，50美分可以买一个小派，可以在这儿 power， 对。大家还是在购物呀、啊，老莫，这个是什么饮料 ？Cheer Heroes， 9.98块，
low price barrels。 嗯，这是啤酒 beer， 看着是啤酒啊，这是饮料，这是甜的吧，全部了饮料啊。好，我们进去结账啊，进去准备结账了，结账人非常多，还有这是亚利桑那的，亚利桑那的这种可以。